不齐。今天国瑜在这里来介绍我们许昆源议长的生平事略，是我莫大的光荣，也是极大的伤痛。许昆源议长生于民国46年5月1号劳动节，开启了许议长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，也注定了许昆源议长为家人、为市民同胞、为好朋友劳碌的一生。许议长卒于109年6月6号晚上9点，这一天俗称断肠日。他生于劳动，亡于断肠。许议长挂在口头上是我服务霸气，问政霸气，始终以人民福祉为优先，以关怀弱势为宗旨。许议长重情重义，赢得了澳碗这样这个昵称。任何朋友、任何市民选民有需要，他一向伸出澳元。高雄的未来，这是我们许昆源议长一生悬念之所在。许议长选择了带着精彩独步未来，缅怀我们许昆源议长这一生的精彩与浩瀚，足为四表。智商委员会谨致此文，代表对我们议会大家长许昆源议长表达无限的哀思与永恒的回忆。党旗副官证书行总旗帜第118号，许昆源同志生前忠党爱国，信仰三民主义，对党务工作著有功绩，特予党旗副官并颁证书以知今事。主席将启程，中华民国109年6月27日。扬旗。祝愿不齐。请护旗委员向故人就位行最敬礼鞠躬，请护卫。6月6号这一天，昆源在人生的旅途画下了句点，这却是最令我们撕心肺裂、难以承受的一天。我们全体遗属将传承他的遗志，成立许昆源爱心基金会，关怀弱势，让昆源的大爱永续。昆源，你生在高雄，长在高雄，最后也将长眠于你最爱的高雄。我们永远爱你，永远怀念你。